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月初三公司暗时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早起台湾头一批117,000剂 A Z 疫苗，在台韩航空的班机在10:21到桃园机场，警方警车后十号送到物流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嘛讲，这批是向 A Z 药厂直接买10,000,000剂疫苗的其中一部分。事实伊嘛拢唔知影，一直到早起9:00，伊才接到通知。台韩航空 KE691 班机早起10:21为韩国来到桃园机场，地勤人员赶紧迎接，因为机场的 RKN 领总集中上来是头一批来台 AZ 疫苗，快速通关了后，警车暂停护送载着疫苗的物流车，要确保疫苗安全。车队离开。也不过相关人员真低调，一直到下昼指挥中心记者会，由指挥官陈时中亲自证实，这是向 AZ 药厂直接采买的10,000,000剂的一部分。这是 AG 跟我们签约里面所要提供的一部分。COVID 还没来了，目前来讲，在国际各个疫苗大家都去抢货的一个情况，那连供应商本身到底能够在这个比较现在比较紧迫的时间能够提供多少，其实大家也都没有把握。我接到讯息的时候，应该是看九点左右吧。这批疫苗来台前高度保密，连陈时中拢伫会议记录地前1:30才收到消息。来到台湾了后，运送过程更加是爱细致。再问在11,700,000剂 A Z 疫苗的 A 班机，10:21来到桃园，也以冷藏集装箱维持低温28度。货物报关程序并不是进行讨论的机边检控，而是行一般货柜运送模式，要么边检边税，快速通关，由警车护送到指定的领土物流中心，所来都是为。初步是要素未启动检验防检程序，未变七日来完成。但他要通过我们相关有的 EUA 的一些相关的证明文件，那然后就会运送到仓储的地方，然后在仓储的地方呢，食药署就会先取样，好，那然后就是保证这里面不会，就是说确保的东西是一样的。头一批新冠疫苗来台，但是中以随时欢迎好朋友的心情来迎接，也公告供应商若有需要，国际航空也愿意协助运送。也不过台湾甲 A Z 药厂签订的10,000,000剂，也欠900,000+剂。但是中认为，即马大家拢在抢货，这批疫苗虽然数量少，也不过依然真有意义。更加公告初步先后11,700,000人有81%的保护率。第二期需要过8至12周，疫苗来台敢会当赶上注射连接的速度，但是中乐观对待。记者综合报道。咱国买的头一批117,000剂 A Z 疫苗早起送来台湾了。指挥中心表示，第一线高风险的医护人员上紧7天后会使带先注。在韩国传出有人注 A Z 疫苗死亡的案例，指挥中心强调讲，目前无证据显示死亡的案例甲注疫苗有直接关系，也毋过建议讲对药物有严重过敏反应的人先卖注。台湾甲国丁 A Z 疫苗抢买第一批新冠疫苗，初三早起运到台湾。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按照新版的公费疫苗优先顺序，71,700+剂疫苗会先予全台责任医疗院所第一线医护人员，风险等级第一级的差不多50,000人，风险第二级的有102,700+人。先开放直接照顾含采检 COVID-19 确诊或疑似个案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先开放起。然后接下来是非直接照顾 COVID-19 确诊疑似个案的第一线。陈时中表示 ，A Z 疫苗台人爱做两剂，做第一剂12天了后，会有71%的保护力；两剂过12礼拜，保护力81%。已经针对有资格做的人做测，健保卡顶端也做剂，是不是愿意做第个人，也是有春节开放而且顺位来做。另外，韩国团出兵将做 A Z 疫苗了后死亡案例，指挥中心强调，目前无证据显示死亡个案跟疫苗有直接关系，不过建议对药物有严重过敏反应的人。过去如果有对类似疫苗有过敏反应的经验的话，过去是对某些药物会很厉害的过敏反应的时候，那也许是担心会不会接种以后会产生厉害的过敏反应，是比较建议暂缓接种了。
新冠疫苗什么时阵应做？陈时中表示，是药师爱先做检验，定时上紧七天，不过因为是第一批疫苗，所以相关定时会较谨慎。药厂准备资料愈齐全，都应赶紧做。摕到第一批疫苗，对台湾防疫真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禁止台湾往来进口，台湾民间甲企业嘛主动发起抢救往来，到昨为止，台湾的数量有四万多栋，嘛差不多是去年外销中国的量咯。另外，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嘛到屏东高雄宣布讲，今年台湾往来外销日本的量应该超过五千栋，去年只有两千多栋，希望农民爱对政府有信心。工作人员把一粒一粒的往来放进去机台内底包装，准备要销去日本的市场。台湾往来今年外销去日本的目标，估计定飞成长到五千栋。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初三落南公开宣示，要让农民对政府有信心。在2019不到一千公吨，在2020去年即使疫情，我们增加外销到日本的凤梨是2100多公吨。我们原本预估是3500公吨可以外销到日本，那因为这一次的事件，我们预计可以外销5000公吨。这个往来危机，让台湾人团结起来。到初二为止，国内外企业采购、外销，还有加工等等的数量，已经到41000多栋，等于是去年外销去中国的数量。不过，陈吉仲嘛强调讲，会持续跟中国来沟通。我们持续的会跟对岸的。在防检疫的这样的一个管道持续的来沟通，依照国际的贸易规范底下的这样的规则。因为往来大出是3月到5月，这个跟中国的市场，和部分的农民烦恼大出的时阵会消未去，继续会落。不过贸易者是抱乐观的态度。绝对帮啊！那往来很侪啊，吃会去。其实短期的冲击当然是难免的。透过这次机会呢，其实有很多的贸易商。那比如说今天出口的台农发，它在日本的实质订单其实已经有看到增加。农委会表示，目前国内外采购的量已经超过销去中国的数量，这些作物的单等大出的时阵会分配去各产地，确保继续维持伫咧应年的水准。另外，卖继续扩展海外的市场，除了目前外销的17个国家，还佫会以加工的方式外销去其他的国家来化解这个危机。记者综合报道。这两天，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驻台单位都在明确消停台湾往来。总统蔡英文也对国际上的朋友和国内民众的消停表示感谢。民进党南部四个县市长也组成往来台湾队，呼吁台湾往来的农民做回来解决生肖问题。美国在台协会二边啊，放几啊粒往来。AIT 处长雷英杰也跟往来翕相，而且票主团结爱往来来表达消停。这个中国禁止进口台湾往来，各国驻台单位拢替台湾发声。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嘛，伫个人民册铺代表专驻台，食往来相片，国讲关系的图纸，当地开发往来新的菜单。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讲，介意披萨店馆的往来，尤其是为台湾来的往来，响应自由往来活动。那么在这里呢，我要感谢我们国际友人的支持，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国人团结力挺我们台湾的凤梨。那危机就是转机，面对每一次的挑战，台湾都不会被打倒，反而会更加的强大。总统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常会表示，面对无合理的贸易规范、无合理的措施，台湾一定会更加团结。民进党嘉义、台南、高雄、甲屏东四个地方首长嘛组往来台湾队，希望县市之间会当互相相敬，做伙解决产销的问题，大声话要往来挺农民。啊，借着许许多多国际的关注度，大家的这个推广度，能够让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好朋友能够吃爆台湾的凤梨。也建议主席哈，我们这几天哈，在至少一个礼拜哈，应该把我们的党徽里面中间那个台湾哈，把它改成凤梨哈。来挺我们这个我们的凤农哈。今嘛政府就大家做伙要往来，民进党表示，民间企业甲社团做伙响应了后，各界是拢正支持，包括世界大商总会、台湾帮屋、甲胡伦社等等的企业甲社团，目前总计资本超过60栋。也若往来三季是为3月份至7月份，呼吁大家会当分批来买，继续做伙支持，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纪录片变作是台湾上出名的做事人，台南后壁的昆明伯啊，顶个月20过生，享受92岁，早起告别式，总统蔡英文跟行政长苏贞昌拢到台南，送国策顾问王昆明伯啊最后一程。
纪录片《无美乐》的主角昆平伯啊，顶个月过身。初三早起的告别式，政界包括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台南市长吴伟德等人，拢亲身去送昆平伯啊。颁证褒扬令。看了吴美乐了后，来到咱的后边，咱的昆平伯啊，嘛是甲因欢喜开讲。不管大家是不是熟悉，嘛不管对方是总统还是大学生，只要是来找咱的昆平伯啊，伊拢是同款的热情来分享。咱来继续听说台湾这片土地，就是对咱的昆平伯啊。永远的怀念。包容令由昆平伯啊，因后生甲查某囝代表接收。总统蔡英文致辞的时阵讲，感谢昆平伯啊，让伊更加了解台湾的农业，嘛，让伊知影什么是脚踏实地，而且感谢昆平伯啊，让大家认捌这块土地。也拿台南市长吴伟腾嘛颁奖给昆平伯啊，肯定伊一世人伫咧农业的重大贡献。昆平伯是不是皇家的昆平伯？也不只是台南的昆明伯，他是全台湾的昆明伯，所以说他除了彰显这个农业的新的意义之外，最重要的是他非常谦卑的心。因为纪录片无美乐，让大家熟悉昆平伯啊这个人。昆平伯啊种稻啊超过50年，捌得到全国稻啊比赛的冠军。去年年底因为坐火啊，都伫咧眠床的有一段时间啊。总统蔡英文捌两届去因家甲看，顶个月20过身，食到92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卫生局抽查发现，讲联华食品生产的卡迪娜马铃薯片天妇罗口味验出有致癌的化学物质，业者声明表示，同一批产品伊冇家己送验，并无问题，嘛讲未来加强管控品质。这一种卡迪娜全天然洋芋天妇罗口味被台北市卫生局查出，并实施含量超出卫福部建议单。业者已经自主回收被查出的13件商品。卫生局强调，并实施不是违法添加，是食品添加或者是含过程所形成不均。不过因为超过建议单，也要求业者改善。我们自己抽验到的数值有超过，其他同样的业者自行送验，虽然在同一个批次或者是同样品名的产品。它的数值大概有所谓的500啊、700或800之间，所以也都没有超过，所以有可能推测是在马铃薯在运送或者是在制作投料的过程中碰撞。业者联华食品发表声明，并事先所单一直是公司品管的重点，不过马铃薯是天然原料，会和做出物件伫个并事先所单无同。政府公告参考单爱伫个1000 ppb 以下，即摆被检出1200 ppb， 公司自主检验共批产品所单是754 ppb， 判断是原料马铃薯受成熟度无同所影响，未来会加强管控，搁受理消费者退换费。动物科医师表示，国际癌症研究已经确定，并事先对动物有致癌性。虽然对人体无直接证据，但过建议民众食自家烘的物件，唔通先过臭回答。像这东西其实并不是业者把它加进去的，它在烹饪过程当中有一些化学反应高温而产生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的洋芋片或我们的薯条，如果说薯条的话，炸得比较黑、比较焦一点。那就是说温度比较高，时间比较久，当然它产生丙烯酰胺含量也会比较高。医师建议，伫厝烘或者是煮物件，温度唔通伤高，控制伫170度以下。物件小可黄色就会使。另外，避免伫煮进前夜烫，才袂让灯火拄着关火，也较会产生丙烯酰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发会今天公布十月份的景气是愈来愈热的黄红灯，分数嘛比顶个月增加3分，景气领先的指标嘛升悬。国发会认为这应该是咱国内经济有愈来愈好的趋势。国发会表示，十月份的景气顶好，高的指标中，海关出口及海个电机设备的进口拢对绿灯转变作是红灯，分数嘛拢增加1分。批发、零售加餐饮营业额，嘛由黄红灯转红灯分数是增加1分，综合分数嘛已经到37分。也毋过国发会嘛提醒哦，疫情个发展个有美中贸易战，嘛是个影响经济个因素，所以咱嘛袂当上过乐观。
再来看，咱国内是目前正欠水，新竹苗栗个台中的水库水拢存无到两成。因便中心今仔早起开会，宣布讲新竹苗栗个台中今仔开始自来水会减压供水。另外，游泳池洗车三温暖等业者，本地省水至少爱10%，即马嘛提悬到20%。高压水情将车的垃圾冲掉，洗车业逐天用水量无算少。福建这部水利署的会议会感觉用水大好，国内水情继续紧张，省水措施搁较严，业者只好想办法配合政府政策。用水情，安尼可以用了2台多，会当洗2台外安尼，你若用大缸的，当然砂糖嘛无够。汉在中央在海洋面中心初三开第9摆的工作汇报，虽然新竹、苗栗、台中、北中、嘉义甲台南的水情良好，维持甘么小良好，不过因为新竹、苗栗甲台中地区主要水库水位继续下降，宝山区、永和山得记的抽水率无到13%。为即马开始，这三个地区的民生用水为原本的夜间减压，改做全日减压，非工业用水大户省水率也加减20%。嘉义、台南地区的省水措施是维持不变，减压的部分啊，会造成我们冰块的量会减少，然后冰块的量颗粒也会变小颗，然后水压的话减少，就是我们洗东西啊，水要开更久，让它水流更久。曾经业者甲一般民众烦恼，若改做全日减压，供水恐惊无方便。不过水利署表示，应该只有较悬的地区，加水工尾的用户可能受影响。一般的用户的影响不大，在自来水管末的这些用户很有可能因为水压减少的关系导致发生用水不便的情形，那这个部分会由台水公司他来加强监控。对同款水情感觉是定好，省水措施却无同，嘉南地区无加盐，水利署解释，因为甲中部严重欠水比起来，高平溪还阁能稳定供水予南部地区，希望三月份上来去的方便沿回水库带来水量，才能赶紧解决欠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在基隆火车站头前的前总统蒋介石的铜像已经有70年的历史。基隆市政府为了要改造广场，早起是把铜像拆掉，送去桃园的祖屋。也毋过早起4点，有人在铜像顶头泼油菜写字，警方嘛查到是三个嫌犯做的。蒋介石铜像用纸绑条咧，出来是又结果断去，顶半身落地草埔，只剩下半身留伫底座，头是摔断去。这当中徛伫基隆火车站头前的圆环将近70年，是毋是拆掉过去证据真多？基隆市府为打造国本广场，再去拆掉。因为这个原定的拆除计划也是配合我们基隆市的国门广场的计划，跟我们天桥拆除计划一并来进行。基隆市府原本拍算刷甲桃园如何，按过即马等三载引起外界关注。它类似把铜像的下半身当做一个基座，然后整个灌起来。所以我们刚才你看换了2次吊车，因为它是2段式的结合啦，所以整个拦腰被拉断了。暗过伫拆进前半暝3点50分，当上予人喷感觉是油漆，底座搁被写台湾建国企图维权，卡只片也被喷清算到底，涉嫌证据假字。警方加派警力到场解惑，也调监视器发现有3人涉案。疑似泼漆的人士，那我们现在正在厘清这个整个案情，那查证他们的确实身份。那这次涉及什么罪？这个初步研判是应该是有毁损。拆4点钟，搁出动2台吊车，过程中搁还去。干部处强调，这当中年代已经真久，针对要留伫基座顶块部分有卡甲基座，会找厂商卡掉或者是锯开，然后搁送到组屋做进一步的修复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中里有一个姓陈的查某人，被诈骗集团的花言巧语，险啊骗10万块，好在在银行的人员跟警察咯一直阻止，所以才把伊的钱保掉的。那不会接就有问题啊，为什么不敢接？那我们就以那个用照相的啊。好啊，啊你看他还会不会回啊？这是感情诈骗的案件。桃园中立一个姓陈的负责人，被汇代票10万块去外国，不过去被问到这条钱的用途的时阵，面色煞青顺顺，看到真紧张，不时就咧看手机啊。又叫的人员感觉有过样，遂通报警察来处理。
原警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后，向陈姓妇人详细劝说歹徒诈骗手法，陈妇才惊觉受骗，并感谢原警及时说明，让他保住辛苦赚来的积蓄。中立分局表示，姓陈的负责人伫咧人面册熟悉一个男性，逐工都甲小姐们甲关心，看时机到啊，都惊讲公司转势未过，需要资金，骗讲来台湾的时阵才行医。这个姓陈的负责人是听甲耳仔啪啪啪，真心都要汇钱过。就骗你感情的，也骗你钱。你也差点被骗十万了。警察甲柯肯讲，最近有真侪诈骗集团，惊啊甲对方有感情了后，就以需要资金转势、甲投资等等的骗术，要求汇钱过。警察当场请姓陈的负责人，去警察到现场介入处理的画面，传给伊迄个诈骗的男朋友，结果对方都拢无阁回任何的信息啦。这个姓陈的负责人才发现是去被骗去，成功阻挡这个诈骗的案件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高24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高25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高27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高25度。华岛地区上低11度，上高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暗时新闻，我是戴淑君，明仔再同一个时间，咱再会。